Hello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 Roblox 里面的躲猫猫啊。这个哎，全职聊天关闭。我是一幅画，这个随机。这加载有点慢哦。我可以变身？我没有，我是一幅画呀！我的天，我这怎么上墙呢？锁定镜头。好，哎，我就在找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我。哎，四个人，旁观，退出，我现在就卡在墙上嘛，这个位置还是挺不错的。哎，他没发现我，我那个人过来了，他在看这个墙角那个是啥东西，墙角那个扫帚是不是的？哎，我变成这个板的话，应该不会被找到吧？除非有人背板子，就怕背板子。导弹，哎呦，道具刷新。哎，他没发现我。哎，不错。哎，我这个位置躲得真的好。哎，真的以为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东西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哎，我怎么又是不是我不是寻找者吗？哦，没变成寻找者，我可以变身吗？我没有道具。有哦，前面没刷新出来，我可以找那个变身的东西，比如说垃圾袋，垃圾袋我们可以整个地方卡一下。墓碑有点难整，哇，这个太大了，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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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玩意太大，哎，这个玩意太大，你叫我躲哪儿？我躲这呗，我躲哪？我怎么被卡住了？这里好像有人还是什么呀？喂！哎呀，我跳不出去，我跳不出去，我跳不出去！哎呀，我太大了，这个完了。太大了，哎呀！好嘞，啊，这局我们是这个寻找的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动了，好像这个桌子吧。哦，抓错误。这个是吧？哎，又错了，又扣一颗星。这个扫帚，我这图其实不熟啊，看不出，可能会有书之类的玩意儿。我听到有东西在吹哨子，是哪来的声音啊？哇，又被淘汰了，这里面肯定有不是的，啊，抓错了，哎，看到了，哎，哇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好刁钻啊。哎，我抓到一个，这个位置好丢帧，哎，让你躲，他们肯定是卡位的，我觉得卡位会比较多，哎，那有个问号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干嘛的？哦，暗示一个躲藏者伪装成书架，哎呀，不就这个吗？哎，不是吗？哎，书架，伪装成书架看。哎，我明明哦，有可能我锤到墙了，有可能我锤到墙了。鸡，伪装成了鸡。啊！哎，好的，它就有提示啊，怪不得之前怎么躲都没用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那个什么圈圈，有提示吗？还有提示吗？还差三个，这里肯定有一个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好像有一个。听声音哦，
那可能这边有一个笔记本或者电脑是那个假的。哎，怎么我身上发光？哎呀，来不及，输了。这啥玩意儿？我变啥了？完了，我变啥了？我大象！天哪！这没刷新出来，我不知道变啥就。哦，竹子，能不能变个小越小越好的东西？哦，垃圾桶。这边哪有竹子呀？完了，哦，熊猫岛，熊猫岛。锁定镜头。哎哎，没人抓我吗？哎，没人抓我吗？哎，这个人没有发现我，在打熊猫，没打竹子。哎，我躲过去了。锁定镜头，但我镜头锁不了啊，这个我还会动啊，奇怪。哎，没发现我，没发现我啊，没发现我哦。隐身需要十个金币，我现在有几个金币啊？300个金币。哦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。